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yeah, yeah, yeah.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渗入两头三臂四手掌，男婴印度诞生产妇当场下孕专题，中印最心动态。当地时间23日，一名印度专题女子在医院里生下一个长着两个头三条手臂和四个手掌的畸形男婴，当场吓到昏厥。据纽约专题邮报报道，21岁的巴比塔阿伊瓦 Babita A. Herwa 和她25岁的丈夫加斯旺多辛格阿伊瓦 Jess Wound Singh Herwa 于去年结婚。巘比塔怀孕35周时曾进行过一次常规超声波检查，医生告诉这对夫妇，他们即将迎来一对双胞胎。这一消息让他们兴奋不已，对即将到来的两个小生命充满期待。然而医生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巴比塔肚子里的婴儿不是双胞胎，而是一个连体婴儿。当孩子降生时，这对夫妇惊呆了。第一次当妈妈的巴比塔更是在看到孩子后当场晕倒。这位心烦意乱的母亲后来回忆，当护士们拿开毛巾时，我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有两个头和三条手臂，我完全被吓到了。当地医院的儿科专家苏伦德拉桑卡尔 Shurendra Sankar 说，这个男婴其中一条手臂有两只手掌，这个双头双胞胎共用一个心脏和其他内部器官。他表示，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况，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病例。由于这对双胞胎的反常，当地医生只能将他们转到医疗设备更好的博帕尔市哈米迪亚医学院接受治疗。目前这对宝宝的未来将会如何还不得而知，但是对于这个意外情况，这对新手父母心里也不好受。巴比塔说，我们想要的只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婴儿，但是上帝却这样惩罚我们。不过她的丈夫却更加乐观，表示